哦，对了，阿玲沈燕的孩子满月之期已经过了，我想着便要动身离开。你与沈燕可到过别了？当然，他呀，这。 这是金陵暗卫的信物，他说陛下知道委屈了你我，可我杰天牢救人的事情也是荒唐了一些。现在此事也落了案底，陛下也不好不依法度行事啊。思量再三，将此物转交于我。咱家这沈二啊，口是心非，此物分明是向陛下求来的，但偏偏要说是陛下赏赐的。沈大人有心了，太子性情暴戾。 肯定不会轻易放了我们。有了此物，你便仍是陛下的人。我们飘零江湖，太子即使想抓我们，也没那么容易。我看呀，他惯会使唤人，就见不得我清闲。你就不用帮他说话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嗯。